早安大姐，我们来到了美居神宫对面的 coffee shop， 然后想说来try一下他们的咖啡，因为被他们这里风景吸引了。坐在这里看到对面就是美居神宫哦。点了一杯抹茶latte跟山茶latte。Pancake 是排名世界第一的哦，然后外面也是有很多人在排队了。就order这个呗。OK。很香，number one早餐，两个人的男生都喜欢吃，松软，OK， 没有，这里，走错了，我们需要来参观这个 escalator 的，shiny。漂亮哦！当然不可以少了任天堂。等等，还有 Pokemon Center。发现一家 underrated 的拉面，它的价钱只是需要一兰的一半，而且放给它的时候真的很好吃，已经把店家的名放在前面了，大家可以去看哦。